过年脚步接近了，高雄市各大商圈也摩拳擦掌，准备丰富的年货等消费者上门。不但举行联合促销活动，更寄出各种优惠。除了送红包外，只要凭发票登录活动的 APP， 还将送出最大奖百万轿车一辆，希望吸引买气。今年高雄过好年活动同样是由三凤中街打头阵，欢迎大家前往选购抢好康。三凤中街挂上大红灯笼，喜气洋洋的气氛象征春节脚步接近了。年货大街里，店家忙着铺货准备，各式南北货、糖果、饼干堆如小山一般高。市府经发局更是展现诚意，推出行动 APP， 只要民众到年货大街采购，凭发票登录就可以获得好礼，最大奖就是把百万名车开回去。就是说，我们会配合个别商圈，他在办活动的时候呢，你到那个商圈开启你的 APP， 就会有 AR 财神爷来发红包，然后这红包里面的奖项啊，其实是实体的奖项，就是这个当地商圈的商店的实体奖项哦，所以呢，小确幸不用等哦，当天领到当天用哈。学校开始放寒假，年货大街陆续出现逛街人潮，预计从这周开始进入采购高峰。为了满足消费者逛街采购年货的乐趣，打头阵的三凤中街更是寄出各种好物，强调物美价廉，送礼自用两相宜。当年拢有固定有山产，有海产。有中药，啊，有五谷，有糖啊，糖啊，有饼，吼，啊，搁再有济济诶，咱年会有相关的物件，足济物件，直接单头消费者咱来采购，吼。一摆过年，阮的物件甲产品哦，阮全部拢换新，所以讲吼，咱的土豆啦，啊是讲咱的乌鱼子啦、干贝啦，啊是讲咱诶，即个做蔬菜，会使讲吼全国。想盖安心。结合高雄在地十一大商圈的过好年活动，今年已经迈入第20年。为了让消费者感受年节欢喜气氛，商圈也各自推出促销活动。其中南华商圈除了打卡几点送好礼之外，还有推出限量一卡通，希望提高更多买气。然后这个都是全省的小胖迷会来收购的啊，所以我们带动一些人潮到我们的商圈来，让我们年轻人到我们商圈来走一走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跟一卡通公司要求说，第四季这个冬季版呢，让配合我们高雄过好年这个现场活动，在两个商圈来独卖。第一个是我们的南华商圈，还有我们的六合夜市。今年高雄过好年活动即将在27号登场，好吃好玩好好买的年货大街正期待大家的光临，邀请您一起来办年货过好年。港都新闻林庭阳、黄兰君采访报道。